2600，6600大顺买，你自己说的嘛。来来来，好料。后江小冰料。有底色的。裂好大，你看没有？正好从中间一刀给它破开了。你这个裂不用怕呀，何以出剑呢？别看肉粗不粗了，总倒是好。看价格了。价格也美美的。有多美？看一下嘛。6600大顺。还可以嘛？对呀、哦。报的还不高。没知道我报过价格吗？直接卖价给你的。一条裂从这边过来，通裂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条裂，这边取剑的几率不大了，只能玩这一包了。没有骗你嘛，你自己看到了。我知道不骗我，但是你也。知道的，这个裂这边也可以做剑的，这一刀中间还能取个小剑，顶多它能出两个剑，皮还是有点发黑了，东西总还可以。2000块嘛，2000块，我没压你价的嘛，我这不报价呀，你好好给价嘛，放心，都不会肉酥的。我怕这个底色起不来，你看这边压灯泛白了嘛，这边是有泛平底，对呀、啊，好像有花耶，有可能是花印出来的底色，2000差不多了嘛，能不能卖？不说6000了，姐姐给你5000嘛，我就知道你要说5000，4500，2500，2500不好听，2600，6600大顺嘛，你自己说的嘛。我说的话到我的剑是我的吗？1234567891125126。6600大顺，好吧好吧好吧，你发我也发，总应该是错不了的，擦了以后有底色就能涨，多漂亮啊，随便擦，这种石头胆子大一点。这边都扒开了，再打灯一看，来怎么样，这种琴底相当漂亮，虽然呢箭头小了一点，但这边还能往这边扒的一个小立体剑，琴底小貔貅，7000-8000有了吧。